该怎么做这个东西，我们也问过了很多
好，谢谢。好，郭主委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也跟很多专家学者询问过了。好，有争议的部分，有困难的部分，是需要来好好的来检讨，来看看要怎么解决，而且是有可能性的。所以我们最后主张，以原地安置为前提，召开学者专家的会议。可以安置怎么安置？你告诉我啊，哈、哦，哦，卖用 N 杠，你安的都是海西家人，那有经济哦。譬如讲，哦，要拜托新北市政府要放宽，我恁会使哩吼，你不是中低收入，那中低收入我给你拜托，我把我拜托朱立伦市长新竹拜托，拜托社会局长，拜托城乡局长，拜托财政部哦，改成出一个是讲，你呐吼、哦，我为放宽就是因为你。哦，拆迁你的生活的重心，你住的重心不低，啊，所以讲吼，给你租屋的补贴，条件放宽，租屋的补贴可以包租代管，可以社会住宅，好、哦、啊，包括关荣家也在开放哦，不是农民哦，马来，我是讲要甲条件搁放宽，对，替你想办法，好、哦，啊，你拢买你要做滴安置，我拢问讲做滴安置，我甲你讲就是无办法，好、哦，嘛别删，好、哦，啊你甲讲有，你甲讲啊，好、哦。我来处理这个代志，一年半有办法，我还找不出来。这个事情我已经管两个月了哈，还管两年了哈。我穷尽办法找不到，那我是你说有办法，我请你讲办法。只要有办法做得到，我现在就答应你哈。那你们现在讲不出来啊？我就现在讲不出来。啊，副主委，你先听我讲嘛。好，没关系，大家听我这边，好、啊，听我这边。该该管嘛。好，来，大家听我讲，大家听我讲，好。什么办法嘛？你在我现在在演讲，你在打岔好不好？好人家在讲话，你一直在打岔，好这样他怎么讲？如果是他有交，还叫你付钱？好，不要不要。好，副主委，我们心平气和啦，就好，真的好好来谈。你发脾气，你还在那发你家底皮，还叫你付钱？不是你家。好，哎、欸，副主委，不要这样，副主委，你家，副主委不要这样，好，你这样对，你这样挑起谩骂，你啊，你自己讲说不用任何办法，副主委的方式就叫原地安置，让你们进到我们农家来，这不叫原地安置，叫什么？另外还有一个，你们这一块区域，你有没有算过可以盖几户？你们有79户，为什么只有你们可以盖？那其他出去不能盖？这才不要不公平，你要盖就全部盖，79户那个块区域，我们已经。找过专家，也叫你找过专家学者，不可能盖79。今天住在板桥农家的问题是什么？今天是这样子的弱势住户，他没办法被保障在里面，甚至整个有些居民基于很多社区情感，我们希望能够住在自己的家，而不是住在一个统一管理的。今天我老实讲，你问我们大部分社区很多都在板桥农家服务过。也在三峡农家服务过，大家都知道住在板桥农家是多么不开心。我刚刚已经说过，如果学者专家能够提出办法，哦、我干嘛是可能、哦、所以这个要商讨，因为决定权在退府会和板桥的农家身上。已经60年了，哈、哦，那你破管已经三年外，哈、哦，好、哦。那提不出办法，干那区域我无处理了，他们讲好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要召开学者专家会议，一起来研拟，因为决定权在退府会身上。如果你作为而不作为，就是要强拆，那我们只好拿命来拼。我讲很坦白，就是这样。我们今天已经拿出诚意跟退府会协商，听到了，就是要当场承诺，我们希望承诺要来召开学者专家会议，承诺。我们已经
协商，好，要来跟我们好好协商，好，没关系。如果李文忠，哦，如果李文忠要强硬的来的话。